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固。今天呢，要为各位来介绍的这一篇呢，一共有三个篇章啊、那么是选自《禅林宝训》啊，《禅林宝训》一讲禅林啊，当然知道这是佛教这个丛林啊寺院里头的训诲的记载啊，当然这个也是在禅宗里头可以讲就是收录了几位祖师大德的他们的教诲啊，那么可以讲是叫做语录体的啊一种禅宗的著作啊。那么这三篇呢，我们分开来看啊。第一篇呢，是叫《黄龙语录》啊，《黄龙语录》其实就是慧南禅师的教诲，他的教诲呢是可以讲就是比较属于是严峻一点的这种教诲啊。那这有一次呢，就有一位居士啊，就请教这个黄龙慧南禅师说：“你总是刻图那么的严。”格啊，我都不好意思讲严苛，因为他的道风清高啊、要求很高的啊，可以讲是啊，这个很有禅味了哈、啊。那么就问他说：“你是为了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这么的啊，这个严格呢？”啊，那么黄龙慧南禅师呢，他回答的那个原点比较长哦。那么在这个三就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啊，在书里头，因为就。这每天要有一些启示嘛啊，所以也就从整部的一共有四卷的这个禅林宝训呢，就选出的这三篇，这三篇还是截录啊，所以我今天啊其实又带来了另外一本书哈、啊，这本书呢当然是注解禅林宝训啊，那么它是选自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啊，就是白话版的经典宝藏哦，那么如果要看原文的话，就更能够明白为什么就是在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里头会特别就是截录这一段话哈、哦。我们先来看这个截录这一段是哪一段啊、哦？说许之欲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如果单看这个课文的文字呢，简单的来消文啊，解释一下呢，说许之欲之，许之欲之都是指一种很温和的，很和悦的，亲切的那一种教诲的态度啊。那么说春夏所以生育也啊，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啊，要能够成长。啊、哦，那成长啊，这个阶段，啊、它就是它还没有成长以前啊，你要怎么样去孕育它呢？要给予爱心啊，去呵护它啊，所以说许之欲之啊。但如果你真的要不是让它成长而已哦，是要让它成就，让它成熟啊，那么一路的关爱呵护，可以让一个人可以有所成就，或者说让他的生命得以丰富成熟吗？那就很难哈，所以必须要有一些历练考验啊，去磨练他啊，所以叫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啊。这里讲的当然以植物来说啊，到了春耕夏耘啊，就好像和风徐徐啊，让它种子发芽了啊，开始要成长了啊。但是要成熟它，要有一些温度啊。那当然可能太阳要晒了，到秋天到这个要让它成熟了，要秋收了，到冬藏了啊，像这样，它生命的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哈。但在这一篇里头，我们看到这么美的一段这个课文啊，许之欲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但这一段，黄龙慧南禅师为什么就讲了这么一段话呢？啊，我就说我建议各位你要看回原点
到。那蚕林宝训呢，原点当然是比较是古语了，就是文言文啊、哦。那么在我推荐这一套啊、哦，就是白话经典宝藏啊、哦。那么第30册啊、哦，就是蚕林宝训整个的注解啊、非常的详细啊、哦。那么从原点里头啊，就可以看到啊、哦，就是说因为有一位这个潘居士啊、来问。黄龙慧南禅师啊、为什么你要这么严格呢？啊、然后黄龙慧南禅师才说啊，他说我简单的几个重点讲一下了哈、哦，说做父亲的人很严格，他的子女才懂得规矩啊、才懂得孝敬啊、那么说今天的定下的这些规范啊、他才能够成为日后的模范啊、就好像。啊，就说他是教导徒众嘛，他说就他形容哈、哦，像这个地，他如果这个地不平，你要整地啊，地不平，它凸起来的地方你要把它削平，它凹下去的地方你要把它填平，总之你的目的就是平啊、好，所以你必须有时候削，有时候填啊、就是看他需要什么，你给予他什么啊、这是教育者的立场哦。那么他说彼将登于千仞之山，吾亦与之。困而集于九渊之下，吾亦与之啊，就是说，如果他要爬山，他要，就是说他，在这个登高山，我跟他同在，就他要提升的时候，我会陪着他啊。那如果他被困在极深的水中啊，遇到瓶颈了啊，说我亦同在。作为一个老师的人呢、啊，他是看学生的根基，然后关机斗教。我觉得这个“我亦同在”这句话，我是觉得很美啊，看起来道风严峻的这个慧南禅师，其实心很柔软，他就是虽然课徒很严，可是心是柔软的，为弟子设想哦，所以才会讲到啊，说你要让这植物生长，不是只有。在春天里就可以哦，啊，一样要经历春夏秋冬，啊，四季的啊，牵牛变化啊，温度啊，气候啊，啊，这有时候啊，刮风下雨，有时候日啊曝晒等等，他经历这些，这个人才可以成熟啊。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他讲：“吾欲无言可乎？”啊，我也不想啰嗦，但是我能不说吗？啊。所以看完全篇，我觉得会更理解为什么这个祖师大德他会留下这么两句话啊、哦。那这个让我想到啊，加师星云大师啊、哦，那建设佛光山啊、创立了佛光会啊、大师对我们的教导啊、也是当然是观机斗教啊、看这个徒弟的根性啊、他适合什么方式啊、我也看过大师。就是谆谆教诲啊，好好的劝说这样哦，那但是也有很严厉的时候哦啊、甚至于到大师近这几年啊、我觉得大师的境界不是我们可以去评论的啊、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啊、再修个几百劫都追不上的啊、那么总是我看到大师他许多的教诲，大师不是著作等身吗？不晓得可以绕地球几圈呢、啊？哈、哦，那么就这么多的言论，这么多的教诲啊、真的就像黄龙慧南禅师最后这句说：“无欲无言可乎？”啊、我也不想讲那么多，写那么多，但是行吗？不说行吗？啊，这是不得不说啊、因为我们需要啊。哦，那尤其大师呢，建立佛光山。定了许多的，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宗门思想啊、就是这个大师给我们的定的佛光山的宗旨啊，一些理念呐、一些家风啊，比如说我们的行事原则啊，说这个制度领导、集体创作，非佛不作，违法所依，所有种种这些，他不说行吗？如果不说的话，那只不过是一代的。寺院的成就而已，但是如果要把人间佛教，就是百年千年一直流传下去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
不讲说是不行了啊。这个是简单我回应啊，这个第一篇啊。第二篇呢是会堂语录啊，会堂语录其实是主心宝觉禅师的这个教诲啊。我也觉得非常好，因为主要他讲的说，作为一个善知识，他要通达五件事情，那么可以讲他处人处事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哪五件事情呢？就是他要掌握的行事的啊这个一个原则啊。这所谓说酒沸不可速成，积弊不可顿除，悠游不可久恋，人情不能恰好，祸患不可苟免啊。有一些人呢，他做事情啊，他会选择啊这个比较容易，我可以啊，或者说啊这个我喜欢，就我来吧啊。通常如果你就着你自己的喜好，或者你评估自己的这个能力到达哪里，然后去决定的话，做事情反而很容易被自己所知或者说你所认识的自己也好，你所评估的外境也好，反而容易受限的啊。那在这里讲的呢，如果你另外想你要做一件事情啊，或者不管你是处理事情或者发展什么啊，你的原则你有这五个概念啊，你比较客观，比较可以掌握时事啊，这个时局如何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讲酒沸不可速成，已经荒废或者延误很久的事情，你不要盼望指望啊速成啊，就是交给我，我马上如何啊？比如这样子啊，或者自己压力很大，或者你身边的人压力也会很大，最主要是未必能成事啊。那这个说酒沸不可速成，所以轻重缓急是要有所拿捏的啊。那么所以知道酒沸不可，它既然已经荒废那么久了，要让它再上轨道，你要假以时日。有待因缘慢慢地把它带回来啊，那这样身边的人也不会那么辛苦吧啊。积弊不可顿除，已经累积那么久的弊端，你也不要指望着哎呀马上就要断除啊，我才要去做，或者我才能做啊，或者悠游不可久恋啊，就是处在顺境之中，你不要恋战，你不要这个啊，现在很舒服，就这样子吧，那这样子有些事情，你要再成长也是有困难哈、人情不能恰好，真的有些事情你不能讲好像都要面面都要讨好啊，这个你要求好，但是不需要讨好哈，所以说人情不能恰好，有的时候你为了要做一些事情，免不了你要有所原则啊，祸患不可苟免啊，有些事情遇到了一些挫折啊，遇到瓶颈啊等等哈，你也不要想说啊，我这个如果不要有这些就好啊。像这样子呢，你常常有这些观念的话，那说佛为这个作为一个善知识啊，一个有道德有品性的人啊，说达此五事，涉世可无闷矣啊。大概啊，你这个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哈，是比较可以通行无阻的啊。那第三篇呢是佛见语录。那么佛见禅师讲啊，他说为道不忧，则超心不远，处身常易，则用智不大，古人历艰难常显主，然后想终身之安，盖世难则智睿，克苦则虑深，遂能转祸为福，转悟为道啊。这个我想前面这两句话就太重要了哈，说为道不忧，则超心不远，说你一个修道的人要做事的人啊，如果啊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你没有这个比较深远的这个思考啊考量，则操心不远，你过后不久就要遇到麻烦的事了哈、说处身常易则用之不大啊，如果你常常处在安逸之中，那你要有发起远大志向就有所困难啊。所以这段主要讲的还是说要
不要推却这些艰难困苦的事情，不要只是求安逸求好。我想这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大家呢必须要共勉互相提醒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希望平安顺利，但是我们也不要处在安逸之中，也不要畏惧困难，这样才有奋发向上的力量。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